Hello，要出门啦！今天去九溪，跟朋友去看看。约了我们在这一站，在这个站见面，但是他现在还没到。我现在来随便找点吃的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好的。那边火锅是喝有，是干嘛呢？没吃饭，他给我带了酱香饼。这个二货，连二 B 和四 D 都分不清，天哪！那边站着等等师傅吧。对。哇，阳光好好呀。这是烤啥的？烤。那你吃烤啥吗？那板栗，红薯板栗，不是红薯，是板栗。野生的油栗很甜的，开口的一剥就开。要多少？25块一斤，是不是？收到了。哦，有红薯，有红薯哎，你要不要吃啊？还有烧饼，哦，这么贵又有个吃的。哎，这里有红薯哎，你要不要吃啊？收到了吗？哇，今天阳光也太好了。跨两个站。哦，垫了一下。我们到九溪了，走，我一会儿要拍，拍啥？拍呀，给你看。他要走很长的路呢。嗯。哇，空气好好呀，清新。这水还挺清的嘿。哇，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是吧？又有太阳，也不冷。人呢？
人多才正常。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什么糖呀？麦芽糖。麦芽糖是吧？对，很好吃的。到灵泉山庄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！好多人哦，好多人，全是人。之前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。哇，这个颜色好不一样呀！这个颜色好不一样呀！形容词好匮乏呀！我们去里边拍吧，里边多着吃的。你要拍照片吗？是我手机脏，手机上咋这么脏呢？没擦呗。走吧，走。这条小道还不错。哇，你看这树，好粗啊，好高啊，那个。哎，什么？这里不是很红哎，它这个叶子。哦，现在好像还不是很红。啊、来了。山茶花。然后树冠制造业，树冠转型的也是一样。树冠转型的。看见好没有死？那还是门口进来的那些好看。夏天的时候，这水流的可高，然后那人在这，然后他从这里拍，可好看了。这是飞机起飞的那个滑道的吧？线。哇，今天天，今天天很给力。嗯，很漂亮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20。好，我们准备下山啦。我们爬了3小时。好，现在准备下山了。2:20等车时刻。我们蹲在路边等车，叫车一直没叫到，还在等呢。啊，脸傻子。走。我们现在去同事家吃晚饭，想吃火锅。现在着急往那边赶。没有啊，我们到朋友家楼下了，但是我们没有门禁，我们进不去。给朋友发信息，他没回我们。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尝试用朋友的照片看能不能打开。我们今天跌了，等的是楼上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开的门。我们朋友仍然没有接我们的电话，没有回我们的短信，没有理我们。我们到了，可以吃饭了，经历千辛万苦的饭。我到小区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